严重的胃灼热会让患者呼吸困难，误以为是心脏病。现代人生活节奏快，压力越来越大，饮食也变得不规律。在多种因素影响下，很多人发现自己总是在吃完饭后竟然频密的出现胃风、胃灼热及胃酸倒流的状况，这些都是因胃酸分泌过多而引起的胃病。胃酸分泌过多会对人体造成以下四种危害。第一，胃酸分泌过多会导致吃下肚子的食物迅速被消化，让人容易感到饥饿，并且频密出现胃部不适的现象。第二，胃部的保护层会被胃酸侵袭而变得越来越薄，因此只要食用油腻及辛辣的食物就会导致胃胀风。第三，在长期胃酸分泌过多的情况下，会导致胃酸向上倒流，并伤害食道，造成食道管发炎和胃灼热，而严重的胃灼热会让患者呼吸困难，误以为是心脏病。第四，胃酸分泌过多也会导致肠道蠕动功能失调，因此经常容易腹泻及感到腹部疼痛。那如何快速并有效的舒缓以上这些胃病呢？在此为您推荐 X-Life Gastro Ease， 它源自于加拿大，含有两大天然成分，发酵大豆精华与优质益生菌，是帮助您对抗胃病的首选保健品。 X-Life Gastro Ease 具有以下四大功效。第一，它能在短短15分钟内快速的中和胃酸，帮助患者解决容易饥饿以频密胃部不适的问题。第二，它可以加速胃部保护层的修复，减低患者对油腻及辛辣食物过于敏感的几率，并减轻胃胀风的症状。第三，它能帮助修复胃酸分泌系统，让胃酸回到健康水平，改善胃酸倒流的症状。第四，研究证实它所含有的优质益生菌能够在肠胃中存活，帮助修复肠胃蠕动功能，并改善腹泻问题，促进肠胃健康。每天早晚服用一包 X-Life Gastro Ease 长达3个月，可以帮助您快速改善及根治胃病，并提升肠胃的健康，让您可以放心好好享用美食，健康快乐地活出每一天。谢谢。